日本咁鬼近，年中去几稳？又系东京时代秋叶原行嚟行去都有几度，仲有咩咁吸引先？咦，错咗乜啲？点解今次食嘅唔同咗，铺头又潮咗，同一个地点居然未去过嘅？唔通真系勾地咗？究竟今期日本潮什么？星期六下午5:30 ，J2。